孩子们，为什么你必须要吃水果和蔬菜呢？因为蔬菜和水果有很多好的营养，可以让你更强壮、更健康，也更聪明。今天我们就跟多多去菜市场去看看。多多问妈妈，我们要去哪里呢？妈妈就回答，妈妈今天要带你去菜市场上课。菜市场上课？妈妈答，去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到了菜市场，多多就看到很多档口卖蔬菜和水果，真热闹。多多问妈妈，菜市里都没有老师，那又怎么能上课呢？妈妈说，等下你见到一位叔叔，你就会明白妈妈的意思。多多心里想，我还是先到处走走，而不必理会什么叔叔。突然间有一种声音对多多说，小妹妹，你可知道青菜有什么营养吗？多多吓到一下，哇，妈呀，你是怎么会说话呢？有一种奥妙的声音从一颗蔬菜说出来，我就是蔬菜叔叔。各种蔬菜和水果有何营养我都知道。多多跑去妈妈那边说，好神奇哦，妈，你看那蔬菜会说话的。妈妈看到蔬菜叔叔就向他打招呼。原来妈妈和蔬菜叔叔已经认识的。妈妈对多多说，傻孩子，他就是妈妈刚才说的那位叔叔呀。蔬菜叔叔是怎么会说话？这连他自己都不晓得。大家只知道他对蔬菜和水果的知识无所不知，所以他在这菜市场也蛮受欢迎的。多多明白了，原来如此。蔬菜叔叔问多太，他就是你常提起的那漂亮又乖巧的女儿多多吗？妈妈说，哦，是的。多多很兴奋说，妈妈，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蔬菜和水果？这些橙还很香呢，而且每一粒的颜色都好鲜艳哦。蔬菜叔叔和多多分享，当然鲜艳啦。那是因为蔬果和蔬菜拥有丰富的颜色和味道、形状和大小，许多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其他天然物质都是来自不同的水果和蔬菜，它们将有助于你提防不同的疾病。一些水果可以防止你得到伤风或尘流感、癌症和心脏病。吃不同颜色的水果和蔬菜，可让你的身体广泛地吸取宝贵的养分，比如纤维、叶酸、钾和维生素 A 和 C。 例如绿色蔬菜、橙色甘薯、黑豆、黄玉米、紫葡萄、红西瓜、白洋葱。
多多说，哇，原来红西瓜也有维生素。多，刚好是我最爱，哈哈。蔬菜叔叔，那么绿色食品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蔬菜叔叔说，绿色食品如西兰花、芥蓝、生菜、菠菜，还有白菜和秋芽甘蓝，都可以令血液循环系统特别良好。它们含有许多矿物质和 B complex 维生素和养分，能防止疾病。它们也有良好的纤维，防止便秘。另外，红色食物则含有许多植物化学的物质，减少自由基损坏，所谓的植物化学成分，减少自由基损伤，所谓的植物化学成分，番茄红素，英文叫做 lycopene， 是特别有用于防止皮肤晒伤的。番茄红素是植物化学成分，它可使到番茄拥有鲜艳的红色。接下来是拥有胡萝卜素，即维生素 A 的橙色水果和蔬菜，它可以帮助修复 DNA， 预防癌症。另外，胡萝卜在切片后的外形感觉上与眼睛也蛮相近的。正如我们的母亲所说，橙色食品特别有益于我们的眼睛，并帮助夜视。除此以外，橙色或黄色食品像橙、菠萝、甘蔗、桃、木瓜也含有较高的抗氧化剂，它们也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并拥有抗炎作用，从而帮助我们预防心脏病。多多心情愉快说，那么我以后多吃橙色的蔬菜和水果，就不用怕心脏病来偷袭了。大蒜和洋葱含有大蒜素，可以抗病毒、抗细菌。另外，大蒜内的抗真菌植物化学成分可以作为一种抗生素。哇，那我以后多吃橙色的蔬菜和水果，就不用怕心脏病来偷袭了。叔叔说，大蒜和洋葱含有大蒜素，可以抗病毒、抗细菌。另外，大蒜内的抗真菌植物化学成分可以作为一种抗生素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来菜市也可得到那么多宝贵的知识，还好有蔬菜叔叔。妈妈笑着说，今天是不是上了一堂很有用的课呢？好了，妈，还要去别处买一些用品，我们走了吧。多多就跟蔬菜叔叔告别了。谢谢蔬菜叔叔教会了多多那么多知识，下次再来找你。
多多回家后很高兴，发现今天的收获可不少哦。多多问妈妈：“妈，需要我帮忙的吗？”那你就帮妈准备午餐水果吧。哦，就是刚买回来的那些新鲜水果。没问题，遵令。但我都不够高呀，怎么清洗那些水果呢？看来妈妈迟些要买鱼油为你补补脑部才可以了。妈，但是我真的不够高嘛。妈妈说：“别只会想着不够高，用下脑子仔细思考下。”哦，看看你身后那儿，有没看到有张小凳子呢？站在凳子上，然后就把多多抱起来，最后再转个身看看够不够高吧。多多说：“哈，真的够高了吧？”那么那些刚买回来的水果就交给你来清洗干净哦。 OK， 妈，为何我们不可以直接食用，必须先洗干净呢？至于喷射农药的原因，是要防止害虫繁殖或破坏农作物。在果园里，你可以看到在哪儿工作的叔叔背着一大罐的杀虫剂到处喷射，而这些杀虫剂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害。由于担心害虫躲在果树上繁殖剂破坏果树，农夫会使用烟雾式的杀虫剂以确保害虫完全没有这身之地。原来水果的表面是含有杀虫剂的，那么我要清洗干净到一点杀虫剂都没有，大力点，大力点。多多洗水果洗到满地都是，你把妈妈的脸都弄湿了，你到底是在清洗水果还是在玩水啊？嘻嘻，我不是在玩水啦，我是怕吃到残留在水果表面的农药而死掉，所以才用点力气来清洗而已吧。毕竟妈妈生出我这么一副励志的脸孔，而且还是校花。是啦是啦，校花，别把妈妈的水果给洗烂就是了。妈妈现在要去做蔬菜沙拉。好，沙拉是我最爱的。妈妈，多多有个问题想要问。多多有什么想问的？妈妈，所有水果和蔬菜都一定要放农药吗？难道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令人们吃得健康一点的样吗？嗯，蔬菜叔叔之前也有和妈妈提起过，妈还记得她当天是这样说的。哦，
这些天然有机水果和植物是不用化学农药来种植的。有机植物是生长在特殊的土壤上的，实在太好了，原来还有天然有机种植法。啊，多多，那以后就要多点吃蔬菜哦。好啊，妈妈也会把蔬菜叔叔说过的话放在心里。孩子们，你知道吗？吃饭之前30分钟维持水果是最佳时间。另外，相比煮熟的蔬菜，新鲜生吃植物是更有营养，因为蔬菜的营养会在烹饪时遭到破坏。你呀，时常都在吃饱饭后才吃水果。嘻嘻，我也不晓得这么每次吃饱饭后都总是特别想要吃水果的。哇，妈妈还将刚买回来的橙制成橙子锅，太好了。那就喝多点呢，但别喝到连爸爸也没得喝就可以了，知道了，哈哈。明天在多多就读的学校。哇，原来蔬菜和各种颜色的水果都拥有那么多营养的。多多，你不和我们分享的话，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哦。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必须吃水果和蔬菜了。知道了，那我们一起来谢谢蔬菜叔叔吧。谢谢蔬菜叔叔。